随报正大因缘，今千难解佛慧，以今行闻大法，必有受因为缘，其慧是地性时菩萨所结缘种。啊，不善精进呀！虽然呐、啊，佛用心，希望会当人人都会得大法，所以佛希望会当播下大因缘，进入大精进。佛就亲像一个园丁啊，希望会当种大树，不是种小草。所落的种子都是大因、大缘、大树、大根、大气，期待会当大地。博大精进哦，可惜啊，众生根基浅钝啊，所以难解佛的心意，佛陀的智慧啊，总是安尼难解难入。佛陀的用心，却是呢，众生无法度真心去体会，所以从无始劫来真长久啦，遐尼正长久的时间，却是呢，生生累世。一生一生，一直累积呢，安尼都是佛无有下去，从点点结的以前所结的缘，累生世都希望会当安尼速速成就。一个一个赶紧成就起来啦，所以累世劫来，一缘时间长啊，这个缘呢嘛累积得真多。虽然有缘，却是呢根基浅呐。真幸运啊，咱会当时时生生世世都会当依佛安尼同世，这点咱是真幸运。虽然呐、啊，未当真深入体解佛迄念觉悟的境界。确实呢，咱也阁有安尼生生世世以菩萨机，就是以佛啊同世。佛修行的过程，拢是发菩萨心嘛，入灵根中，啊，咱就是灵根中啊，凡夫之一。每一个人呐、啊，因为咱生生世世都是安尼在听话，生生世世虽然咱会当有信有解，确实呢真难得体解。迄、那个体解呢，就是真贴心呐、啊。
会当了解佛的心意，会当了解呢佛所替我这无量办法的道理，还是呢，咱也阁无法度真贴切依佛的见解相同。只可惜就是安尼，毋过咱有幸啊，有幸会当摄佛菩萨生生世世立人群啊。所以咱应该知影，佛有宿因为缘，伫生生世世从无量劫前所结缘了后啦，安尼呢，一直一直生生世世累积过来，所以这就是啊，今生的现在必定呢，以过去的宿因，过去无量劫，安尼生生世世有留着这个因啊缘啊，安尼呢累积过来，有缘只是呢也未真贴切。那所以咱也未成就啦，这咱爱相信，这敢毋就是呢？伫大通地幸福的时代，咱就是迄群呐，心有疑惑，伫十六王子之一，现在咱的释迦牟尼佛。迄当阵，咱已经接受着伊，甲咱教育这份缘，结缘种一直呢，到现在来，所以菩萨所结缘种，那就是安尼一直结缘过来，其实。结缘过来的时间是这么长啊，生生世世呢，当世修行的时间也是真多啊。亲像讲释迦牟尼佛有讲，天上天下无如佛吼，其实呢，这修机啦。是伫个过去生中，那释迦牟尼佛啊，伊安尼讲啊，伊讲伫娑婆世界无量劫的以前，娑婆世界呢有一尊佛啊，叫做佛萨佛。这位佛萨佛呢？在这娑婆世界度众生，伊的道场内底啊，有真多呢声闻缘觉啊，同款也有菩萨。迄当阵伫咧教育，心内一直想啊，未来应该也有。赶紧成就觉悟成佛的人来传法接受啊，所以伊就安尼看，到底遮尼遮侪人的内底，到底是虾米款的人，多一位啊，会当有这个大根基来接受。观察，观察，好，无法度呢，真圆满具足，即是受记的人，无啦。但是呢，其中啊，还是有两位啊，一位是释迦菩萨啦，
一位呢弥勒菩萨，因各有优点，各有缺点呢。但是看来，这位释迦菩萨虽然修行真殷勤，但是定力慧也个也未真成熟。这个定格慧啦，还一个也未真圆满啦。啊，不过伊甲大众结缘啦，足成熟个呀。伊个心心念念就是大众众生啦，众生呢会苦啊，所以逐天都是去看人间苦难，有病苦呢，想尽办法去帮助；有病痛呢，伊就去山顶采药啦，通达这个药的道理。那伊会当去采药啊，去适应人的病症，去治疗，拢总是用伊的身躯、身体力行，众生安怎的需要，伊就是安怎的付出。迄种人人对释迦菩萨啊，迄份的感恩，迄份的尊重，已经呢真成熟了啦。安尼观察起来，佛萨佛啊，想要安怎样呢？好，这位释迦菩萨会当赶紧呢成就慧定。定到慧啦，那无成就啦，干那安尼修戒布施，安尼呢也无够，干那上上善甲上上戒也无够啦，还是爱国有上上的定慧，所以就真用心要安怎来成就伊。有一天啊，知影释迦菩萨呢在雪山伫咧采药的时，这位佛萨佛啊，就在雪山一个洞窟的内底呢，伊伫迄个所在静坐，伫遐静坐，心发出了呢光芒啊！这个光芒呢，照耀整个雪山。这位菩萨，他底下底下采药啊，忽然间呢，哪有这么正光芒？迄份的气氛呐，让人感觉到未尽有的光。既非日月之光啦，也也非的灯所照亮的光，总是这道的光呢，也让人的心的感觉在温暖中啦，迄个心的安定啊，伊就赶紧找到这个光。热爱源啊，到底是对叨位发出来呢？他开始啊，一直找，在这个洞窟这个所在，发现到呢，啊，这么正庄严嘛，一佛在洞内里，在迄个所在发光，一尊佛呢？真正是在天上天下所未曾有啊！伊
真想要安怎样会当亲近这尊佛啊？他就是伫迄个所在，用正虔诚的心，那一只脚踏伫土脚顶，双手呢合掌，两只脚按一只也悬起来。一支打在土地里，双手呢，在合掌啊，在那个所在赞叹佛，讲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皆一切。无有如佛者，这首偈呢？咱现在那定定伫咧唱啊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确实这首偈就是伫迄个时阵，那开始呢，就是安尼七年七日啦。一支脚独立，两支手呢合掌，安尼七暝七日，敢若一首偈啦，不断反反复复啦，不断称赞这尊佛。这中间七天的中间呐，迄个心呢完全呐，安尼。合一定慧，就是在这个时阵成立起来，因为七天七暝啦，七日七夜的时间里，心无动念，无有其他的杂念啦，无有丝毫的动摇。所以呢，这个七暝七日啦，敢若一首偈完成了伊迄个定甲慧，原来的慈悲啦，迄份布施的爱心，伊众生已经结了真侪的好缘咯，虽然用。七暝七日啊，其实这一定会呢，在刹那间呢，安尼完成啦。释迦牟尼佛在两千多年前讲出了这段的因缘，伊敢若为这首的赞佛偈啦，安尼呢？七暝七日完成了定觉慧，这就是伊安尼一直累积的这颗心哦，那伊尊敬、尊敬呢世间一切诸佛，尊敬啊，佛呢无上正定正觉，伊体会了。十方世界呢，唯有大彻大悟啦，才有法度呢脱离了生死，才有法度呢，在人间呐，就度尽一切众生。世间真侪这个烦恼无明呐，唯有呢佛法啦。会当弃除众生的无明，唯有真理啦，才会当弃除众生的习，这个无明习念嘛，应该唯有道理。所以，伊除了继续付出为人群呐。要被拯救众生，
这念心呢，就是永远无变。但是呢，这个定慧啦，从安尼开始呢，完成，所以生生世世，爱搁再续缘，继续呢，这已经甲伊结了缘的人啊，拢会当见佛闻法，起欢喜心，会当真心投入佛法中，去体会佛法的殊胜，去了解呢人间的疾苦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个时间所讲，讲伊过去生中累生累世，安尼呢不断啊利益众生，为着利益众生呢，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呢，那必定爱不断啊求佛法，所以上求下化，这就是成就自己啦，会当成佛。希望咱人人，我那会当了解这个意义吼。那要成就自己，爱自利，爱兼利他啦，爱行在菩萨道中，立人群去，更会当了解人间疾苦，才会当完成这么殊胜的因缘。那要完成众人的因缘呐，比较困难。完成家己因缘，那比较较简单。啊，了解佛法，了解啦。但是呢，众生那无度啦，真的还是人间苦难偏多。所以佛陀希望人人真正是爱家己完成了。改定慧，同时呢，还是爱搁在立人群去体会呀。人群中呢，人人彼此成就，这就是佛陀要救世，爱救世啦。干那成就一个无够，必定呢，一成无量啊。那其实无量的一法，就是从一切的道理产生，人人会当体会这个道理，是爱从一个人开始，把这个法呢散播给人人，人人呢会当体会这个道理，再搁再继续呢，安尼去净化。人心去弃除烦恼，这个世间呐、啊，才有法度得救。这才叫做救世，不是救人呢。定爱将世间长久的时间、开阔的空间，包含呢，在这个人间来救。人间必定呢，爱把握时间，在这个大空间呢，这内底所有人甲人的中间，拢总会当接触真理，会当得到佛法。所以讲，不断爱报正啊。不断爱报正的人间啦，不断的爱用大因缘，培养大根大基呀，会当深吼根爱深啦，才有法度呢体解大道。要体解大道，就是爱发。无上心，
会当体解大道法无上心，才真正会当深入经藏道理呢，才会当透彻了解，透彻了解道理，那就是智慧如海咯。有这么多的智慧，才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，度众生啊，那就一切无碍啦。这呢，就是连贯的道理啦。这是佛陀呢来诉说吼，甲大家人讲过了，过去修行就是安尼过来的，讲伊的因缘。让大家人了解这个道理，这是释迦佛在人间啊，安尼时时说法啊，无不都是思想譬如吼，来让咱知啊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执见啊。一切无有如佛者，这首偈的来源应该就是在佛萨佛的时代，他所修行最有心得，安尼呢过来的。所以啊，咱爱好好啊听闻佛法啦，爱听大法啦。爱修大行吼，这都是咱咯。俗世有因缘呐，依释迦佛有因缘接受释迦佛法来度吼，在释迦佛那就是的顶点劫以前大通地性佛的时代，安尼呢发大心清法轮呐，安尼咱。才有迄个因缘受十六沙弥的教法，一直安尼来啦。这咱爱真了解，爱清楚。前面的文就安尼讲，中我文化吼，啊有遮尼真多啊，六万亿恒河沙数的众生。从安尼一直来，生生世世安尼来听法啦，那就是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希望人人呢，拢会当得到这无上正定正觉吼。处处众生，以今有处生闻地。在迄当阵，虽然十六沙弥讲大法啦，大家人听听了后呢，啊，这个中间呐，啊嘛有人就是安尼，搁在退代欢笑啊，咱怎讲过去咯？所以呢？生生世世啊，这浮浮沉沉啊，那么十六沙弥从迄个时代一直生生世世伫咧度咱，所以即马到现在释迦佛啊成佛的时，迄、那个道场内呢，也阁有，也阁听提伫声闻的内底哩吼。也未发大心，啊！发大心的菩萨呢，啊，
拢是同款，发大心，生生世世伫咧结众生缘呐。但是要有人呢，还是修得独善其身，无愿意去利益他人，这呢就是生闻呐。要个修住伫迄个所在，释迦佛安尼讲。我想教化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，我嘛是定定安尼甲伊教化，累生累世呢，长时间都是安尼教化，接受的人开始呢，度众生发大心一文化啦，因就会当立大心行大愿啦。在咧度众生，也那是，也阁是修住伫家己呢。那现在同款呢，也阁是伫声闻里，所以是诸人定啊，应以是法渐入佛道吼。那这个人呐、啊，就是安尼渐渐搁在重新听法。重新呢，慢慢入佛的道理，啊，这是安怎呢？所以家伙啊，如来智慧难信难解，真真正正要体会到佛的智慧啊，啊，实在是咱凡夫甲佛的智慧呢，啊，搁差真多啦。尽管发菩萨心了解啦，开始启动度化众生，那也阁是心啊，嘛定慧也未真安定落来，嘛是同款啊。行菩萨道有时阵又是呢退代向下吼。这就是凡夫一定会也未真坚定，尽管发大心啦，但是呢，定会也未成熟。那对佛法了解呢，生生世世都是干那要修的呢，独善其身而已。一份发大心啦，入灵根的愿呢？也未起，吼，也未发起啦。所以众生啊，也搁停滞伫安尼的程度。啊，尽管佛呢，还是想说这个大法，那希望人人呢，会当得无上正等觉吼，还是也搁众生因缘呐。无法度呢，隆重呢，优点集合起来吼，还是呢，优点缺点啦，拢有吼。那那时，佛再搁再讲一段文吼。那那时说法无量行菩萨等众生者，那等慈悲心。及我灭度河，未来世中声闻地主是呀。彼当阵，顶点结晶大通智胜佛道场，遐无量行菩萨所的众生，遐的人啊，就是现在恁大家人。自闭丘啦，已经呢，伫我的道场，那听法的人啦，甚至呢，搁在急我灭度河。释迦牟尼佛讲，现在会当接受我的法的人，是过去的结缘将来，唔只是现在，也阁有。
在我灭度后啦，也阁有啊，未来世中的声闻地主，那是同款，是过去呢，十六王子时代的结缘种。这结缘种呢，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呢，生生世世啦，还是呢，需要的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中修行啦。这呢，就是佛陀向咱阿弥讲大通地性佛十六菩萨萨弥说法行菩萨定的众生。愈来应该爱愈坚定相信，咱依佛呢所结缘的时间实在是足长久的啊！释迦牟尼佛啊，十六沙弥的时阵，一直到现在呢，拢无离开咱，也无有弃下咱，还是。生生世世，伊的应化心，伊的发心呐，伊的法呢，还是不断生生世世，一众生呐，也搁伫伊的佛法中啊，咱应该爱真相信，听到法，尤其是听到大法，起欢喜心，一心呢。向前前进，那亲像咱现在，虽然将佛的大法提来现在讲，现代的时代啦，有的人听个真欢喜，那慢慢啊，这部经真长啊，所以真少人爱去讲这部经真长啊，那么。要听这本经呢，听这部经，从头一直到结束啦，实在嘛真困难咯。起欢喜心啊，听久来啦，开始的时感觉讲真欢喜，我绝对做会到，行大乘法啦，菩萨道啊，做会到，但是呢。愈来呢，就会懈怠咯，退怠啦，向小啊，真呢，甲安尼同款呐。大家人呐，拢总是从开头都遮尼遮热心，无有停歇啊。我想安尼人无真多啦，但是。起起伏伏的人也未少吼，因为安尼呢，都要用真长久的时间呐。所以讲，逆定自必求及我灭度吼。这个法，现在大家人现场听，也过也未开发大心。那么开发大心了后呢，开始进行菩萨道，那是也过真长久的时间。更何况未来啦，在法中呢，安尼听，安尼接受。安尼发心
但是安尼停体，那实际是呢，从大诶，搁在向下吼，这一定都是安尼不断的循环呐。所以幸福的人，体解佛道的人，都真少了。真正呢，会当觉佛当顶的境界，这佛慧难解吼，那佛知佛见呐，经过难的体会，这就是咱无迄个耐性吼。释迦牟尼佛修行的时代，他会当七眉七日啦。心无动摇，心心不动啦，干那修一修机，安尼七眉七日啦，心心不动摇，那有法度无？也难呐。所以讲，要体解佛道难吼，要依佛知见当顶也是难呐。难，不是做不到，是咱的心无坚定吼。所以佛陀呢，尽管殷切，安尼不断叮咛，不断交代啦。在这灵山会上呢，比丘、诸比丘啦，咋安尼不断在咧叮咛，不断。在咧护众吼，那未来的地主啦，就是信佛的地主啊，这就是在佛灭度了后，信佛法的地主吼，那所爱经过的呢，爱经过了正法，佛住世的时，甲佛灭度后啦。这个正法住世，一直到正法慢慢的过去吼，就是穷法的时代。只敢那有留着行穷佛法呢，实行佛法的人慢慢减少去，或者是呢，一直进入末法的时啦。五浊恶世，这时间拢真长啊！正法一千年，穷法一千年啦。那佛陀呢，灭度了后呢，已经呢两千多年，所以咱现在是末法的时代啦。所以讲，佛灭度后啦，正法穷法啦，一直到末法的时代。这些众生啊，拢是呢，会当讲的大通地性佛，以释迦佛所结缘的众生，啊，过去一直到现在未来吼，还是爱搁在不断呢延续度化落去，这是佛陀准备的要入灭的时间啦。所以有富足有交代吼，甲大家人安尼讲，现在啊，我搁再灭度了后，这个法爱搁再传承落去，时间爱经过，不管是正法、常法、末法，未来世中呢，还是呢，也搁有声闻弟子，赶快修行，但是呢。善其心，发大心入人群中的人，愈来愈少吼，这对啥？佛陀真烦恼。
只以未来长远世中啦，啊，如是等人呐，声闻弟子解释所化度吼，就是古早古早定点结晶所一地呢化度来的，安尼生生世世一地教化所结缘的众生，这就是讲。哇，释迦牟尼佛，这是释迦佛讲吼，昔日啊所化度的众生，过去所化度的众生呐，那就是今，到底所化度的众生是啥人？是现在啦，现在呢，逆定必丘啦，以未来声闻弟子拢是。拢总是伫迄当阵呢，所结缘的众生啦，那现在道场上伫咧修行的人，甲未来发心修行的人啦，真呢，拢是过去生有缘种吼，那处处众生啊，以宿世中，果然大家人啦，拢是。听法听真多，啊，所听的呢也是大乘法，但是却略之过，为啦，惊讲哦，我若入人群中啦，会过去受污染，真无容易啊！我已经呢，气地无明烦恼啊，我已经呢。对世间一切欲念呢，拢总无啦。我若入灵群去呢，是毋是一种无明欲念啦？会搁再生，这对家己呢真无信心啦。所以却欲之故，家己烦恼，家己惊吼，惊讲投入灵群会互人影响去。家己呢，唔敢有承担啦，以为家己的力量真微小，啊，拢嘛讲啊，我无这个力量啦，我无法度负担这个责任啦，甲安尼共款吼，那人人呢都有心灵啊，啥人无力量呢？人人拢嘛有力量啊，只是呢，咱的习气，只是呢。咱向来呢，就是对家己的信心真弱吼，所以要承担这个大任呢，那就比较无兴趣、无愿意吼。所以今以退转而对伊成文。听大法的人啦，那确着吼，家己的心无信心啦，所以呢退转咯吼，安尼呢对于声闻啦，本来呢要求无上正定正觉，但是就是安尼感觉啊困难重重啦，就安尼慢慢又是搁退倒转来吼，那。这声闻还是听法都好啦，啊，会当了解，尽量了解，啊，了解法呢，安尼我会当弃敌无明，安尼都好啦。这就是，咱过去
虽然听大法，现在阁退失道心，或者是呢，本位菩萨，从开始发大心，一直行菩萨道呢，生生世世啊，一直呢，得度天下众生啊，苦难者呢，去付出吼，不离苦难，这呢就是菩萨吼。菩萨在人间啊，人间呢无离开菩萨吼，所以菩萨人间，所以今为应化示现，温以声闻呐，亲像呢，甲声闻同款啊，到处来去求法啦，到处呢啊来去体会吼，甲大家人共住，就是。在人间啊，那说法啦，啊，甲遮个地主呢共住啊，吼，所以注意我住声闻的地主之中，同款，甲遮个地主出家修行的生活形态拢同款，所以啊，住声闻地啦。以地主之中吼，人我乃以大乘相示教化，我伫地主中呐，同款呢，嘛是安尼用大乘法来教化，那希望人人呢，会当渐渐啦进入这个大法吼，那第。道的内底呢，这就是众生真快吼。那众生真快，如来的法真广吼。所以啊，佛法这么真广，这么真深呐。佛的智慧呢，真正是咱一般人难以信解。一般的人呢？要信解佛的智慧，真正是真难啊！众生又是遐尼快，众生空大无边呐，因缘众生呐，佛法呢是至高无上呐，佛的智慧呢，那真正是难信难解吼。经文呢，已经归纳出提出了难信难解啦。这呢，就是佛法真深奥，咱要了解呢，实在是真无简单吼、哦。必定呢，要经过了真长久的时间来分析。那若无真长久的时间来分析啦，那无法度呢。去体会啊，所以安尼才有法度呢，体会到迄个宿世因缘，咱过去生是安怎样结缘，安怎样发心，安怎样立愿，安怎样伫咧行菩萨道，咱一路呢爱向大道行，啊，才袂讲吼，搁再停落来。或者是呢，退大向小，那咱应该要好好呢，用真长久的时间好好来分析啦，安尼呢，才会当就属咱过去初发心迄、那个因，才袂过糊涂去吼。那如来以法华
会以前啦，说我这顶顶啦，阿含红顶我这佛陀呢，只适应咱的根基，安尼呢，莫非就是渐渐一直呢，希望人人渐渐接近，渐渐呢进步，那向前行吼，阿含小教。啊，适应大家人的根基，方丈呢就开始呢要启发人人有佛性。法界呢就是要甲大家人讲，啊，人生一切啊，一切虚幻啦，如露亦如电，唔通执着啊。但是到法华来呢，就回归于妙。在一切空啊，空中妙有啊，成佛的智慧呢，来给完成起来。成佛的智慧就是迄个妙有，那要求得佛智佛见，就是迄个妙有啦，迄个智慧呢，会当遍虚空法界，无所不知哦。无法不改，这就是咱要追求的。所以咱爱用心啊，伫一念的布善精进啦，咱一根的唔通浅，咱一定爱深入。所以天上天下无如佛，那应该咱爱知影如佛的智慧呢，唔是做未到，难解呢，唔是永远都不得解。一定会当改，只爱咱时时多用心嘛。